按照规矩，一次只能拿一个。可我中了三枪，应该拿三个。少废话，就能拿一个。兄弟，这样就不好玩了。爷们儿说话得算数。嗯，管你什么爷们儿还是娘们儿，一次只能拿一个。不，我们就要三个。对，就要拿三个。对，这起什么哄啊，混蛋！ 哎，等等！怎么着，兄弟？就想这么走了？那你想怎么样啊？够了吧？那你想怎么样啊？我不想怎么样。那我也不。 打错了，这儿没何晨光。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不想怎么样。我说你打错了，这儿没何晨。我是，你是何晨光，找你的。 喂，何晨光，在你三点钟位置有个包，包里放着炸弹。哎，我手机！你别碰，一碰就炸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信不信我没关系。 那包里的炸弹十分钟以后就会爆炸，怎么处置你自己选择吧。我去，去哪儿啊？我怎么办呀？让开！我的手机！是什么？我的手机！让开！ 我的手机还给我！站住！把手机还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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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燕，跟我玩楼梯。哎呀！把我手机还给我！ 警察叔叔，不关我的事儿。那既然是，大胆，大胆！
有炸弹！有炸弹！哪里有炸弹？对，抓他就对了。杨叔叔，你们抓他就对了，我是冤枉。等你，带走。带走，好好好。老实点，没事儿，有意思吗？没事儿，没什么好。出来。我。哎，好嘞，来。不是你，何春光，出来。喂，警察叔叔，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？啊。还没认出来，范叔。哎，怎么，捞我来了？何晨光，也可以这么说。电话是您打的？没错。炸弹是你放的？没错。为什么？我就是要看看。当人民群众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如何选择？满意吗？十分钟，我很满意。你身上有你父亲那种血性。我父亲？对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狼牙特种大队王牌狙击手。那您？我就是要看看你像不像你父亲那样？我知道您的来意了。乔王，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。啊，这以后参加亚运会、奥运会，成为万众瞩目的冠军，啊，青年人心中的偶像。哎，再像李连杰那样拍个动作电影。成为未来这天皇巨星，这就是你的梦想吗？你应该还有另外一种选择，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接受最严苛的训练，把自己锻造成一把利刃，一把国之利刃，成为祖国和人民最忠诚的战士，一名特战队员。你将永你的名字将不会在任何媒体上出现，哪怕是城市反恐怖行动，在无孔不入的记者拍摄下，你的脸上也要打满马赛克，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。你将不存在，就是你牺牲了，鲜花和掌声，一边是孤独和牺牲，要哪种？范叔，我有点晕。我想过去参军，也想过去报考军校，但我爷爷不让。我知道，
文豹，你现在长大了，你在生活你应该有你自己的主意。我得考虑考虑。行，我给你时间，不过不要太长。你可以走了。啊，走了。哦，走了，安叔。我回去我父亲生前的部队。你父亲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琅琊特种大队服役，要想进入这支部队，你首先要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精锐的战士。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，一切还要靠你自己努力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。政府，你就我是冤枉的。你说我就是一个做小本生意的生意人。你说我从小到大，我小错误都没犯过，啊，不是，小错误经常犯，大错误我也没犯过呀。这完全用不着你们警察叔叔嘛，对吧？街道大妈就能给我办了。警察叔叔，我真的是冤枉，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政府啊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你说我从小到大，我是小错误，你们就。错了吧？他们连解放军夫妇也抓呀！王彦兵，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那个电话是我打的。那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呀？你谁呀你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谁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我看过你的档案了。档案？我还没看过呢。哎，他们给我写的怎么样啊？你可不是个好孩子。废话，好孩子谁坐这儿？你呀，也是派出所的常客了。这个我可不是吹牛的。就这样，我从初中开始，哎，有事儿没事儿，警察叔叔他就请我来坐坐，喝喝茶什么。有点小聪明，没用正道上。想当兵吗？干嘛？当兵？哎，你不当兵还有别的出路吗？啊，你看，短短的人生就这么几十年，啊，你看你现在这样在路边混着，我敢断定，你最后就两条路，一条呢是在监狱里，这第二条啊。就是在刑场上，一颗子弹，了此一生。怎么的？我就喜欢这样生活，你管得着吗？你要是我的孩子，哎，爹，可我不是你儿子。是，你不是我儿子。难道你要像你父亲那样，在人眼中是个罪犯吗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管得着吗你？你摸
着良心回答我，现在你这样的生活是你想要的人生吗？我自己乐意。我给你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，来部队干嘛呀？当兵。就我这样能当兵吗？你要真想当兵，我相信你有办法。你们解放军能给我什么呀？什么？给你什么？对，能给我什么？解放军什么也不能给你。他唯一能给你的是汗水、泥泞、牺牲、奉献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接受最严苛的训练，把自己锻造成一把利刃，一把国之利刃。你父亲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琅琊特种大队服役，要想进入这支部队，你首先要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精锐的战士。现在你这样的生活是你想要的人生吗？难道你要像你父亲那样在人眼中是个罪犯吗？解放军什么也不能给你，他唯一能给你的是汗水、泥泞、牺牲、奉献。联系过了啊，可人家派出所说不到24小时，人家不给立案。哎，你儿子不是就在派出所吗？你让他赶快派两个人叫找找，不然我家老太婆要急得跳楼了，好吧？帮帮忙，帮帮忙。好嘞，好嘞，啊，就这了啊。来。哎呀，你说好好的一个大小伙子，怎么突然就走丢了呢？我当时就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，然后拎着个包就跑掉了，后来就不见了。这真是把我急死了！别急。哎呀，你看，你可回来了！你这是怎么了？一身灰啊，跟谁打架了？没事儿。海教官，到，过来。干什么去了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实说。我遇到金雕叔叔了。哪个金雕叔叔？爸爸生前的战友，范天雷。哦，范天雷，你遇着他了？他来干什么？他来看看我。看你？啊，这小子不先来看我，他要看你，他要干什么？他没说。啊，那赶快洗洗去吧。去吧去吧，洗洗。哎，爷，哎，有件事我还是想不明白。说，您为什么不让我去当兵？嗨，当什么兵啊？咱们家现在已经不缺当兵的了。爷爷奶奶，你们别着急啊，我去看看他。去吧，去吧。
范天雷是来跟我要陈光的。是吗？为什么刚才爷爷问你话，你还支支吾吾不说啊？你看什么呢？虞姬进了一个世界。啊？范天雷的意外出现打乱了何晨光原本平静的生活，当兵的梦想在他心里早已消失，而此时此刻又活灵活现地涌现出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江军叔叔，你有啥事吗？你跟我来一下。我？对。哦。哎，我可当民工咋的？我不知，我不知道。嗯。不是吃饭的。啊。我看你吃饭呢。哎，江军叔叔，你找俺啥事了？你叫啥名字？俺叫李二牛。啊，在楼上干活，你学多长时间呢？这个啊，俺就学了大概三个月吧。三个月啊？哦，身手不错呀。还可以。想过当兵吗？当兵？听我的话，现在就去报名参军。俺报了名，他也选不上俺了。你现在就去参军，我看好你是个好兵的料子，去报名去吧。首长，我到军区专程来看您了。你恐怕不是来军区专程看我的吧？我的意思是啊，我到军区办完事儿以后，专程来看您的。你啊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署长，这话看您说的，我，要不，我们到屋里说。直说，把那些东西给我带走。哎呀，首长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你就凭这点东西，就想换走我的孙子呀？首长，你这话我不太明白。你别揣着个明白给我装糊涂。嗯，这么多年了，不来看我，今天突然来了，哎，先找的何晨光，为什么？你小子肯定是想让何晨光跟你去当兵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处长，何晨光他具有出色军人的潜质。
你说吧，我们何家世代从军，啊，我想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就够了，打住吧。首长，你这话让我很意外。是吗？那你要我怎么说？要我说行啊，你把何长官带去吧，给你当狙击兵，你就愿意了，你就不意外了，是不是？首长，你要是这么说，我不意外。天雷，跟你说心里话吧，我从抗美援朝的时候就是狙击兵了，在战场上我流过血，负过伤，我儿子也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我们父子俩也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应有的奉献，如今就只剩下晨光这一根独苗了，我想把它留在我的身边了。首长，如果你要跟我说别的话题，我欢迎啊，完了咱们好好的痛痛快快喝上一顿酒，如果你还是要说晨光的事儿，打住，请回。首长，您说的这些我都懂。对不起，打搅您了。首长，临走之前我有句话想问您。说。我们去南疆保卫战前线之前，您是我们集团军军长，当时是您给我们做的战前动员。您说过，军人从来只有战死的，没有吓死的。这是您说的吧？为了保卫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，你们今天将要开赴南疆前线。作为军人，从来就没有什么和平时期，军人只有准备战争时期和战争时期。今天你们就开始了战争时期。这128名同志是我们东南军区的骄傲，是我81集团军真正的尖子，尖子部队。你们这次完成的任务非常艰巨，非常复杂，同志们有信心完成吗？全部准备了，全部准备了，全部准备了。好，看到你们这样，我作为一个老兵心里痒痒，真羡慕你们啊。我也多少年没上过战场，没摸过枪，没听到冲锋号声了。今天我让当中的一位人代表我跟你们一起奔赴前线参加战斗。卫东，到。何卫东就是我的儿子，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他的身份，他就是81集团军何警长的儿子。我要让他跟你们一起去战斗，在战斗当中能成为一个好兵。报告军长同志，我是一个好兵。说了不算，战争说了算，我得亲耳听到你的战友们说你是个好兵，明白吗？报告军长同志，我明白。我这个老兵等待你们的凯旋消息，希望你们胜利归来。最后我送大家一句话，军人从来只有战死，
没有吓死的。范天雷的出现，让早已退休的何副司令的心再也不能平静。是的，军人只有战死的，没有吓死的，可自己怎么就怕了呢？老何，看我就说这个鱼它爱吃草。哎呀，最毒妇人心。哎呀，你能看见我呀？我以为你看不见呢。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啊？想什么呢？想你呢呗。想我？我就在这儿，你想我？你骗谁呀？你在看那个大叔吗？我有点事儿，过去一下。哎，范叔，我想好了，我想跟你去当兵。你想好了？你爷爷没想好。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他当了一辈子兵，却为什么一直反对我当兵？我理解他，他已经送走了自己的儿子，他不想再送走你。可是我想去。但是，我不能擅自带你走，他是你的爷爷。
怎么啦？今天这么早又这么冷，还叫我出来？我不能和你一起去上大学了。为什么？我要去参军。你爷爷同意了吗？我知道你不想我去，但是我的梦想，你应该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是你的梦想。可你有更好的前途，你知道吗？当兵怎么没有前途了呢？当运动员，你可能会成为世界冠军；当军人，你能成将军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成为将军呢？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。你不是说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吗？做最好的兵就是成为将军吗？今天来只是把结果告诉我，根本就没想征求我的意见，对不对？拜托你，现在什么年代了，当兵就是为了当雷锋吗？你从小就学武术，现在就这样放弃，这叫半途而废。世界冠军，平庸又平凡的军人，你选一个。平凡不等于平庸，你一定要让我选择的话，我宁愿选择当一名平凡的军人。我期待这一天太久了，太久了。对不起，小乔。你就是猪！我知道你一定会不高兴，但是我真的必须去。等你想明白了再来找我吧。我真的只想当个好兵。他冠军来送我，李小龙，我太喜欢了。高僧开过光的，一定会保佑你。哥，你看，大哥，你看，那我走了，下次比赛再见，有机会来泰国找我玩。我不再参加比赛了，我要去服兵役了。为什么要服兵役？你可是亚锦赛的冠军啊。没什么为什么，习武报国呗。你要是当了兵，谁成为你的对手，谁就惨了，打不过你啊。瞧你说的，强中自有强中手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都不想成为你的敌人。赛场上你会手下留情，战场上你一定不会客气。我们怎么可能会成为敌人呢？希望我们还能再见。保重。